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各行业提供技术装备的战略性产业。冲床作为一种金属成型机床，是制造业的奠基石。十四五规划蓝图的制定，我国机床行业的智能制造将步入加速成长期。Jinaolan机床致力于钣金冲压成型智能装备及工业自动化成套装备的研发与制造，能够为用户提供各种针对精密成型加工需求的解决方案和量体裁衣式的定制服务。公司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黄龙工业区，厂房占地面积7.6万平方米，现有员工30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60余人，中高级职称20余人，为客户定制自动化的物联网智能制造工厂方案。企业发展同步时代进程，万千家庭因此受益。Jinaolan致力于打造品质标杆，以高品质、高质量获得了广泛的市场认可，不仅与大众、丰田、通用等车企开展深入合作，更成为格力、海信、美的等知名企业建设海外工厂的首选供应商。公司坚信人才培养能够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依托省级企业研发中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省级企业研究院、蒋庄德院士专家工作站等研发创新平台，以及与浙江大学、西安交大、合肥工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的人才互通机制，打造了一支专业化、精细化的人才团队，每年至少完成6项产品技术的创新研发。Jinaolan先后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并获得了武义县政府质量奖和金华市优秀企业金星奖等荣誉称号。20多项发明专利，60多项实用新型，10多项软件著作权，8项涉外专利，4项产品获浙江省首台套产品称号，并通过了浙江品字标认证、质量、健康、环境三体系认证、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认证，展现着我们的非凡实力，并参与起草了10多项国家、行业、团体标准，凸显了我们的使命担当。Jinaolan积极开展并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党支部以三新党建工作法为核心，紧扣机械制造产业发展特点，充分发挥支部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实现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先后荣获武义县先进基层党组织、金华市五星基层党组织等称号，立足浙江，服务中华，振奋世界。Jinaolan汇聚了科技与工业的智慧，满怀对匠心、无远弗届的执着，矢志探索品质和服务全面升级的发展之路，与祖国一起奔赴强盛美好的未来。